上集就介绍完运动攀登的三个项目和港队的成绩，今集就讲下普罗大众怎样参与这项运动。运动攀登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运动，每个上攀登场的人都要先做足安全措施。大众比较容易接触到岭攀和普石，我们会先讲下这两个项目都会用到的装备，攀石鞋、粉袋和尾粉。攀石鞋的鞋头比较尖，鞋圆贴脚型，鞋底不易屈曲，鞋入面亦都冇软垫，所以大家发力嗰阵，力量可以直接用到喺踏脚点上面。大家买攀石鞋嘅时候，可以选择较紧贴嘅尺码。平时睇运动员比赛，会见佢哋成手搽满白色嘅粉，嗰啲就系眉粉，用嚟吸收手汗，加强手指同蒿之间嘅摩擦力。粉袋就系用嚟装住眉粉，通常会扣喺条腰度。岭攀嘅场地比普石场高好多。地上有冇软垫，需要更多的防护装备，仲要多一位防护员同你一起玩，在场下面保护你。岭攀需要的装备包括攀山绳、安全带、防护器、锁扣同埋快挂。攀爬者同埋防护员都需要穿上安全带，一般可以使用阻式安全带。攀爬者要用反穿八字结，将主绳直接连系安全带。如果是岭攀者，即是运动员，更加要带足够的快挂攀爬，将快挂扣入墙上面的挂片，并将主绳扣入快挂入面。防护员就一般用锁扣连系安全带和防护器，之后将主绳入落防护器。防护器有很多种，例如人手制动用的防护器 ATC 俗称花篮，还有辅助制动的防护器，例如 Gregory。记得所有防护器材都要符合 UIAA 或者 CE 标准。攀登之前最好要有充分的热身，穿轻便的运动服装，不要穿凉鞋或者拖鞋去爬，亦都避免戴戒指、颈链、手表等等。收到，咁我哋快啲去啦！唔系咁心急，望下上面先。如果有其他人爬紧，咁就唔好喺佢下面行过啦。咁佢科嘅时候就唔会撞到你啦。虽然穿齐装备，但我哋要学习同防护员沟通先至够安全。我哋攀上石墙之前，要学翻几个简单嘅攀登口号。第一个系 timing， 攀登且爬之前要通知防护员已经准备好。timing， 如果防护员准备好，就会答佢 OK。听到防护员讲 OK， 我就可以爬啦。如果我爬到半路需要休息，可以大叫 tension。tension。通知场下的防护员收紧攀山绳，咁样我就可以偷一偷。如果我爬完啦，想落翻地面，就要大叫 no 啊 no 啊，通知防护员。如果我爬爬下突然失手或者唔够力，失平衡跌啦，都要大声叫 fall， 提醒防护员即刻做防护动作。你系港队成员，有参加咁多场比赛，不如过两招俾大家。无论普石定岭攀，在爬之前都要先做好热身，观察清楚路线，预计好手位脚位。上到场记得不要只是用手力，要用脚去带动个人，然后熟练基本功就可以好像我咁学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例如带路咁。手重要啲，你想做奥运金牌定世界第一啊？奥运金牌。有咩 tips 送俾啲新手啊？爬多啲。冇 tips。點解中意運動攀登？唔知。好玩。想喺香港玩運動攀登，有三類場地可以揀，分別係政府嘅康文署場地、私人場地同埋天然石場。康文署而家分別喺14间體育館設有室內及户外嘅運動攀登設施。要有良好的攀爬基础，初学者可以参加由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注册教练开办的一级运动攀登或者竞赛攀登课程，学习基本的技巧，到埋二级运动攀登课程，学埋岭攀技巧。拎到证书之后，可以同有相同或者以上资格的朋友租用康文署场地，以伙伴形式练习。如果我仲未考到二级证书，我可以点选？咁就要喺合資格嘅教練陪同之下，先至可以使用康文署嘅設施，保障安全。除咗留意攀總各屬會有冇開班之外，攀總同埋康文署都會定期推出攀山運動推廣計劃，提供一級、二級同埋技術改進課程。
想知多啲相關嘅課程同埋資訊，大家可以瀏覽康文署或者攀總嘅網站。仲講，我哋快啲爬啦！